家那边，我就有三频道。哈喽，早上好。然后喜欢我的话，把我关注点一下。我叫小喵喵，是这一档的接档主播。我们现在跳第一个舞蹈。你们来选一个吧，你们来选一个吧。一二三，你们选哪一个？一二三，来截屏啊。五四三二一，停。第二个当护杀。
谢谢华哥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这是什么？邀请我一起播。谢谢华哥，还有天行，还有送牛给麦的宝宝们，感谢您对我的支持。然后刚刚那首歌叫《半湖沙》，喜欢麦的把我的直播室通知，还有一号麦的关注，右键点击一号麦关注，手机的话在我头顶上方有一个信息按钮，在按钮点一下就是关注。我们下一个，你下一个来跳快点吧。如果爱看跳舞的话呢，记得锁定我们的九九三频道，全网最专业又有颜值舞蹈频道，把这个预约这里的直播室通知，这里的预约给约一下。什么沙什么歌，半湖沙。什么沙？半湖沙，下次不知道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来。然后如果说喜欢我的话，保留关注。已经来到对
前对的位置，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？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。三频道，爱看跳舞的话呢，记得锁定我们的九九三约，去往期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把这约给约一下，每天就有不同的妹子在这里跳着精彩的舞蹈。然后喜欢我的话呢，可以把我的直播室通知，这里的直播室通知还有一号麦的关注，右键点击一号麦关注，手机的话在我头顶上方有一个心形按钮，把那按钮点一下就是关注。要是能重来，我的感觉我家的父母是个假的。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说明白。谢谢你们送我小花，感谢你举荐，谢谢。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，创作也能搞那么高端，没那么多人崇拜。好，可能跳不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哦。